上课时间注意点。五点。出考机，对对对对，考机。小孩子没有来啊？嗯。哦，小孩子都在台北了。哦，这么好。都在台北。你读书了哈？哎，没有，都毕业了，刚毕业，刚毕业。刚毕业。在北京工作。嗯。哇，现在你礼拜天没有上班呢？哎。啊。哎。那你今天上次我一秒多。不错哦，都听说你的班最多了哦。哎呀，我你怎么看到啦？哦，大家都在讲说你的班最多第一名了，这个班站得最好的人当然是第一名啦、啊。不是刚有级，刚第一名，大家都说我有级啦。六级啊、哦！哎呀，大家都讲的啦，我有钱，我有钱，很老很老站。对呀、啊，大家都讲的啦，我讲好丢丢丢。我觉得是站得好啦，就我们刚认识我就说。啊，你站得好，你每个人都会叫你啊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哦，真的被我说中了哦。你也很努力啊。我去化妆室了，我好上。哦，一边加，慢些。一边加要退哦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哦。外面，外面。哦，你太强贼哦！那个太，那个无被红灾，无被红灾，你搁讲讲出来哈。我那无被红灾啊。咱就常常系就好啦嘛。啊你，你讲你红灾？晒红灾啦。该，啊晒够要紧哦。加困了诶。啊。安尼安尼，今日太热。